车厢空气滤清器位于前排乘客储藏箱内，打开储藏箱，按下储藏箱的两侧，并拉出储藏箱，同时使用双手比较容易。注意两侧的储藏箱卡位，等一下将使固定储藏箱更容易。里面是车厢空气滤清器，打开盖子，拉出车厢滤芯进行更换。推入新的车厢滤芯，确保它朝向正确，放回盖子，确保它正确回锁。还记得要注意的两侧储藏箱卡位吗？确保储藏箱的两侧都在锁扣中。用双手按压隔间侧并推入，引擎空气滤清器位于驾驶座椅下方，有两个安全夹，解开两个安全夹，座椅往上拉，解开三个夹，引擎空气滤清器盖，更换滤芯，关回空气滤清器盖，确保三个夹都正夹上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哦。